不好意思哦，不好意思，刚才那个什么礼物的那个东西就在叫什么来着？操作了一下，因为刚才突然之间又看到又有。我在干嘛？我的新专辑2天后就要出了，所以这是那个海报。我有一个签售在 Long Beach， 在美国。
20多分钟吧。哎，这个真的没那个。没手。我要这个，昨天不是有两个这个吗？这个的不是你说的那个这个，我知道是另外一个。对，哦，有吗？在地上。哦，非常好，谢谢。突然间问我喜欢吃什么样口味的月饼，我老实说嘛，我喜欢吃榴莲口味，然后冰皮月饼也喜欢，莲蓉嘛，叫莲蓉也喜欢。说几句粤语呗，讲乜嘢先？有咩嘢讲？我 album 两日后就出嚟啦，两日后就发行。如果大家有时间嘅话，可以不妨听一听。我觉得这个笔买的对的，其实。对，它不会太好干，你就放晾在这一会儿就好了。我现在在美国洛杉矶。我喺美洛杉矶系咪啊 ？LA 我系 LA。Hey, what's up？ 眼睛好了，没事。
慢慢没事啊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不好意思，要再叫，是让你们太无聊了。帽子歪了。
刚才数到哪里？是这里开始吗？就这两行对吧？你这里全都是十吗？哎，你 sure？ OK。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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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 you.
面两天倒数。